大家好，我是车长先生。今天我们要去见见最大的飞翔生物风神翼龙，所以跟我一起坐上恐龙火车吧，全部上车。你们一定会喜欢那里，非常大，我真想让你们看看我的飞翔技术。好，山妮和我会教你花式冲天，那是最厉害的技术了。等看到我爸的表演就知道什么叫厉害了。等你看过我爸的技术就知道谁是真正的飞翔王了。哇，好壮观的景色，比我印象中还漂亮呢。哇，翼手龙先生，来者是客，就让你先请吧。还是你先吧，王先生。嘿嘿，就位，预备，起飞啦！太厉害了，王兄，惊人，太神奇了！我说过惊人了吗？谢谢啦，老哥，该你啦。对，该我了。孩子们，我就先来一个上天下海，出发喽！ Yeah! 走喽！不，爸，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说过我爸会赢吧，都看到了，他才是真正的飞翔王。大家休息一下吧。山妮，这不是比赛，我们可是在开心啊。但是你在喊翼手龙团队，好像我们在比赛。我只是尽力而为，我不要比赛。王先生和我都想看对方的飞行技术，这样我们才可以互相学习啊。我们要对新朋友客气，知道了吗，山妮？我懂，